今天早上打架的时候扭伤了腿，你背我上去。任性的弟弟就是有哥哥宠，在 BL 剧茫茫中，声望遭混混围堵，哥哥江天得知后默默帮弟弟报仇。今天打我的两个小混混被抓到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是你吗？是我什么？都拍到了，你的鞋。不可能。什么不可能？我明明离这么远。是我。今天中午的时候，我去喜乐买水，刚好看到有两只监视器，我就把影片调出来传给赵熙。好巧不巧，那两个小混混今天闹事。那如果我没有发现的话，你会跟我讲吗？你就这么喜欢做好人好事啊？我不问你就不说。嗯？我只是在想。你那时候一定很害怕，很想要有人来帮你，但是没有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有你自己跟两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小混混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打赢的恐惧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可能也会很慌。我那时候不知道帮不到你，那我不想什么都不做。干嘛？就。今天早上打架的时候扭伤了腿，你背我上去。